十秒、一分钟、两分钟。它这边会有很多水草嘛，它浮游物多，它就会来这边觅食。今天的量还比较少。我们上次看的很多那个口都伸出来，那个背啊都黑黑的。对对。那它现在就会在这个区域啊，等一下大概在一点时，一下的时间就会浮起来。